半的时候就可以收箱，收箱拿去旁边的话插在地上，然后其他桌子就可以吃。好，就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哎，没有，就是测完之后，整个测完再吃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一样可以把它拉开，分散开来，然后是吧？对。哇哦。我这里跟谢了小章鱼在我手都变红了，那你用魔鬼斩吗？还是用大力胶？大力胶，好，大力胶给我把它卷起来，变双面胶的概念，就是武功师就随便拿都可以。起一下，起来。那个，这里有美术，美术那个姐姐拖鞋，拖鞋，开包装。您在哪儿好呢？好糟糕。希望它不会飞走。搭档。我已经默许它会搭。穿扣的。插进去。哦呦喂，帅哦！太酷炫了。然后现在没画面。有哦，没开，没有没有没有开盖子。那你在看，你刚才在看什么？没有，我在看那个、啊。我第一次用，我第一次开盖子。没有，我第一次加那个摊口小章鱼，很酷哎。这好像蛮贵。我第一次跟他有摊口的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声音厉害啊，有摊口，他去借到了小章鱼。但我不知道这样剪辑会不会比较好。结果我还是自己对声的音，是你要对吗？对啊，我要剪啊！哦，是你要对啊，我要剪啊！